大雪飘摇，在路上有我自己的倔强，执着自己的向往，无所畏惧梦一场。就这样，我有我自己的模样，曾幻想有避风港，累了就晒一晒太阳，一群人横冲直撞，在青春的旧时光，属于青春的疯狂才是最好的成长，我们长成大人模样。曾幻想有避风港，爱的前生藏，后来明白避风港是少年的力量，属于我的避风港，梦想的伞要远航。原来只是避风港是对自由的渴望，我拥有的避风港，朋友在的地方，终于找到避风港，天真幸福闪亮，真心全程最好的时光。哎，我问你个正事，你毕业了以后想干嘛呀？像老吴那样做个语文老师呗。我觉得你够呛。那就像何香水那样做个作家。你瞅他写那些破玩意儿，那还有人写信夸他呢。就你这样，你还瞧不起别人？你800字作文你都困难。不干了。实在干不了，不干了，混吃等死。就你这样，你长大以后要钱没钱，要爱情没爱情，你咋办？不至于吧？我觉得我还是挺好的呀，我干啥要混那么惨呢？我也觉得你其实还行啊。我现在不想想，我就想要赶紧毕业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去找吴志勋，我们就能好好在一块儿。倪青铜，你可不能依赖他们啊。他们都是会走的，到最后我们只能靠自己。哎呦，你又咋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我们能一直在一起。樊胖，可以闯一闯，你家老王老有魄力了啊！说下海就下海啊！老李，要不跟我一块下海得了，别再干那苦力活了。喝水，喝水，来一杯。哎，那个买的啥时候票啊？明天的票啊？不行，还送我们。莲儿，我那天喝多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呗。我本来也当你没说过呀。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真生气了呢。那我还能不知道你呀？我那天是有点尴尬。你们家搬走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？啊，我们房子都卖了，以后放假可能也不回来了。哎，没事，以后我去南方看你啊。哎，行啊，那你们到时候都过来啊，完我请你们吃海鲜，带你们看大海。嗯，行，一定去。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，现在你出门给我整整吃的去。那还不简单？
哎，你别笑，哎。我跟你说，这水水都出得来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比他？你们帮我一下。这下次见到八蛋，也不知道是啥时候。果然，人就是慢慢要分开的。总还会见到的嘛。三胖也说他下个假期不会回来。你说咱破烂团是不是真的没法再聚在一起了？长大不就是这样吗？最后说不定你也会走。你放心，我走到哪儿，咱俩都分不开。那要是段霄把你带走了咋办？李青铜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行行行，不用帮了。你说这烟熏火燎的，啊，有啥可吃的？自己在家做点，干干净净的多好。别别别，咱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出来吃饭，多吃会儿。行，这姑娘说的对，咱们一家人啊，这好久没出来一块吃。自己也吃点，来压压。哎，来了！来。哎，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其他人呢？他们都串门去了。你坐。你坐哪？嗯。好吃。你咋不吃？我专门给你做的，我不饿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为啥突然搞这么一出？没咋呀，我就想给你做顿饭。那个电视剧里，你们一个人不都这样吗？啥？喜欢一个人？喜欢谁？喜欢你。我就是觉得，一直也没给你做过饭，而且咱俩还有好多没有一起做的事情。以后只要你想做什么，如果我可以，我都陪着你。你今天有点太不正常了。我求你，你就开心了是吧？不是，我需要你把刚刚那个态度再多保持一会儿，就一会儿保持了，保持不了，别扯了，我自己吃。别别别，我吃，好好吃。啊，香菜也行。你吃香菜。嗯，香菜都好吃。哎，神经病。大笑。如果有一天我像八蛋一样突然走了，你会想我吗？那么想你干嘛？你去哪儿我就跟哪儿去。好吧。以后能天天吃你做的饭吗？你想得美，赶紧走吧。那你亲我一下呗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我们是不是又要进去了？没关系，我再陪你一会儿。这个送你。你竟然还记得这本书啊？其实那天你根本就不熟，我就是专门去找你的。我知道。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一起吃饭，吃的就是这个。记得呀，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乱炖。那你多吃点。其实那天兜里就没钱，赊了人家好几天才还上的。段霄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老实回答。嗯。你毕业以后什么打算呀？找工作呀，然后咱俩好好过日子。那如果我要走呢？我要是去国外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咋了？感觉今天怪怪的。我没事，没事，你别瞎想啊，吃，多吃点。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。好。推开窗，外面世界不一样，冬天会鸟语花香，夏天在大雪飘扬。刚才吴志勋给你打电话了。真的有贴招聘广告，而且还真的有写支持学生勤工俭学，咱去试试呗。打工干嘛呀？那咱现在本来上大学了，就应该要帮家里分担啊。不想再让爸妈俩辛苦。说的也对，而且我也想自己攒点钱，我想攒钱买个小灵通，就可以随时随地跟吴志兴联系了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为了男人。那不然咋办嘛？我又不像你，段霄天天跟个尾巴一样跟在你后面，什么用啊？又不能长久。
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明天我男朋友请大家吃饭。男朋友啥时候这么大方了？上回买个水都不乐意拿钱呢。所以我又换了一个呀。啊，你又换了？而且这个大家都认识。谁呀？方静涵。什么？很意外吧？当初他可是天天围着李进步转的。你别瞎说啊，我俩不熟。反正兜兜转转，还是被我拿下了，也算是修成正果吧。那你俩这回好好处啊，你可别隔两三天又换一个。放心，这次我想好了，我打算收收心，往毕业了处。小水，都快毕业了，你怎么还不找男朋友？我有男朋友啊。啊？什么？谁啊？我一个老乡叫大王。不是，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你还不说一声呢？这咋表白的？啥时候表白的？昨天晚上表白的。哎，这有啥可说的吗？他都开这个口了，我也不能不答应啊。你这也太冷静了吧？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搞得好像出去吃个饭一样。就是吃个饭表白的。不是，咱宿舍这都啥人呀？我服了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还找大王去呢。拜拜。那我去找方静涵了。走，你有本事一个个今晚都别回来。喂，秦总，你可算是打电话来了，我都快被气死了。怎么了？他们一个个都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就欺负我男朋友不在身边。哦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。这还不是大事。没关系，等我回去，我们也气他们。嗯，秦桐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今天晚上有重要的课题要准备，先挂了。你注意身体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哦哦，晚安。每晚哭灯三小时，平均通话两分钟。李女士，你累不累啊？那他今天忙。不是天天都这样的，看那没出息的样儿，懒得。你们确定你们能干体力活？啊，没问题。哎呦，我们都是穷人家孩子，从小干粗活累活长大的。嗯，我们身体可好了。那行，咱们丑话说前头啊，这活可挺辛苦。原本我没打算雇女孩，你这活干得不利索，我可随时换人啊。您放心，我们弄行。嗯，我不行了，我办不到了。刚刚也不知道谁说没问题的。算了，你歇着吧，我去办。不是，你怎么不累啊？我现在要向吴志勋学习，不能那么脆弱。你歇着吧，我去办李进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最近怎么不来参加戏剧社的活动了？最近忙着打工赚点钱花。哦，挺好的。你知道我和张婉婉在一起了吧？知道啊。其实我，你应该明白的。原本我……哎，别，你现在千万别说这种话。原本咱们俩也不太合适。我知道了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特别难接近。我放弃应该也是明智的。这个送给你吧，我先走了，回头见。拜拜。学校超市我不能来买东西啊。
你俩挺好啊。谁俩呀？还能谁俩？我能问你跟飞毛腿啊？你跟那眼镜没？你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跟我说话了是吧？没有。行，那下次眼镜来咱们学校，我请你俩吃饭。都是朋友嘛。行，那我要吃那东北菜。实在是太累了，是劳动人民简直太伟大了。或者现在每天干完活回来就只能躺着睡觉，谁还有力气打电话呀？等我这几天活动结束，就马上回去找你。好。你这语气有点敷衍啊。好。这才对嘛。那我先挂了哈，晚安。晚安。想你。想你。晚安，想你。走啊，吃饭。啊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你怎么突然爱上学习了啊？情场失意，我不得找点别的事儿干。你要是喜欢他，你就继续追。他只是有男朋友，他还没有结婚。说啥呢？我们都是朋友。瞅瞅我这咋看不见呢？好了，看得见吗？哎，能看到。哎，这咋又没了呢？网管，网管，我这又不行了。等一下啊，忙着呢。王管，你快点啊，我这着急呢。哎呀，吵死了，烦不烦？你来这干啥？我这上网啊，视频呢。你懂不懂这摄像头啊？我这不知道为啥，怎么都看不见。还活着呢，啊！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学校啊？我请你俩吃饭啊。小帆，小帆，走。没事少跟他待在一块儿，知道吗？没跟他待在一起，这不凑巧遇上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天天缠着你啊？咋可能呢？那他现在知道我俩在一块儿呢。就是因为知道，所以他才觉得他有机会了。可是就正好人在这，请他帮个忙，你咋莫名其妙变出这么多事儿？
李金童，你们在一个学校，我在外地，我的担心也是很正常的。不是，那你就觉得我就是个不靠谱的人呗？你当然不是，但他是啊。那你现在就是希望我俩老死不相往来？我没这么说。我也不想干涉你的自由。那你到底想咋样？你给个痛快话呀。没事。算了，看你好像也没别的想说的。你要不继续看你的书吧，我关了。交换生的名额没用的，那些名额不是靠拉关系就能得到的。这是什么话？他和你爸是大学同学多年，现在又跟你在一个学校，多拜访拜访怎么了？好，记住以后不要叫教授，就叫何叔叔，显得关系亲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还有事先挂了。兄弟，不是，人家姑娘过生日，你穿这么正式干啥？这是我给她过的第一个生日，还得请他们全宿舍人唱歌呢，我得重视啊。待会儿唱歌的时候，你别板着脸，开心点。不是，我唱什么歌？我不去。待会儿李金童我去啊。快点儿吧，我们还得买蛋糕呢，哥。我今天不应该剪头发。为啥呀？心头傻三天啊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一会儿少吃点啊，人请客不容易，挺贵呢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哎，都是他在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我根本就没回。他怎么有的你电话？都是一个社团的，他说大家都有啊。打个招呼。你要联系啊？那全校女生你都联系了吧？哎，你怎么这样？手机拿来。我，你干嘛？你还给我。哎，学长你好。喝点酒吗？不用，谢谢啊。哎，学长你好，哎，这是我男朋友大王。哦，你好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点首歌。不用，谢谢啊。行了，一次的都删除了。张文，你怎么了？您辛苦了。表现的不错吧？行。来，小坠，唱歌。好嘞。都来了，今天大家随便吃，随便喝。不用给我省钱。好呀好呀，不让你别吃了。来了来了。哼，今天没网恋。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的啥愿？我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收到你的礼物。这不是必须的吗？啊！再切蛋糕，切蛋糕。实话是二十，实话是十五，实话是没有，输了喝酒。啊！再来再来，实话实实。啊！再来，
十五，二十五。要不咱换个游戏？我不要，不服输，再来。段香，祝你和进步幸福。啊啊，谢谢，你也是。哎，大王，一起喝一个吧。来，来来来。啊，你假期不回来了？我也不确定，能回去就回去。不是，那你跟你们导师说说呗，我想你了。你不回来，我不理你了。心彤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你这样很不客观，我是有正事要做，你这样会给我很大的压力，你理解我一下行吗？不是，我又不理解你了，这我到底还该咋理解你啊？那是你一天天的想理我就理我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了。我就这么说句话，我还给你压力了。我想你是我的错呀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不该这么说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认错，认完错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退学回家陪着你吗？算了，聊不下去，就这样吧。就像那个神秘大叔说的一样，学还是在慢慢上。哇！哎，你们给我留点儿啊！这个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你给我递碗。喂。嗯，好像喜欢的人也一直在一起。那是陪我玩的。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学期，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。李青铜依然谈着艰难的依恋。马上出门了。对于他和吴志勋来说，哦，三观的差异可能比物理差距要更难了。那你啥时候回来啊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先挂了。但李青铜依然抱有信心，这家伙认准的事儿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但我和他正好相反，看上去我和段霄有让所有人羡慕的关系。这是洗好的衣服。可我的内心却从来没法坚定。以后你的衣服我都包了。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对他好，好到让他无法相信，好到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累了吗？还行。可越这样，我就越难过，因为只有我知道，我们的未来并没有彼此，我们的故事就快要戛然而止了。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他们都出去实习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我下午再去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嗯，没有。你好好忙你的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交换生的项目咋样了？上一次没有我，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差不多。那你好好加油。只可惜你每次毕业我都不在，有点遗憾。没事儿，等我们都毕业了就能一直在一块儿了。叶老师，李青铜的实习机会还能再争取吗？你老打听他的事干嘛？操心你自己吧。我无所谓了，马上都要走了，走之前把他安排好才行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可能去留学吧。那是好事啊。所以您能帮李青铜争取一下吗？我尽量吧。谢谢叶老师。啥时候拍毕业照？明天。啊，行，那我明天过去。哎呀，真快，都毕业了，我都想好了，等你毕业以后，你是留在这也行，回铁岭也行。
你出国都行，反正等我明年毕业之后，你在哪儿，我就上哪儿找你。这么大一捧花，太不像你了。我要是再不来啊，感觉他就要跟我分手了。何教授的电话，我去接一下。其实我今天来买花来着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出来太早了，花店没开门。哦，明天给你补上，保证你打给他。哎，不要了，多浪费钱啊！我又不是李青铜，不需要形式主义。你来这么晚？能来就不错了，非让我给你们当电灯泡，不怕闪瞎你们？你起开！我男朋友的位置。不是，人呢？咋了？不敢见我啊？我有什么不敢见你的？开玩笑嘛！哎呀，谁让你坐我跟前？我拿过来。你都赶紧吃，今天一个菜都不许剩啊！肯定没见着陈雪可带小孩那样。妈呀，老绝了！你确定他不会把小孩吓哭吗？你咋说话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儿童亲善专家，那小孩都追我屁股后面不愿意走。你都是被你凶怕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这对小孩得温柔，那都是祖国的花朵。操心操心你自己行不行？整天掉了个脸，跟别人欠钱似的。哎，你啥时候也带我去幼儿园瞅瞅呗？我觉得我也特适合带小孩。你照顾好你自个儿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些熊孩子啊，你得恩威并施。就你那傻大姐性格，早被人揍。我说谁傻大姐呢？你才傻大姐呢！我现在明明是那个什么漂亮的什么小姐姐。没有，我现在是那个漂亮的小姐姐。你忘了咱俩上次坐公交车了？人小孩都上来打你了，就差蹬鼻子上来。那怪谁？那要不是你怼人家鼻子一直骂，那关我啥事啊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？你差不多行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想好了，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就真的去幼儿园当老师。你瞅瞅，就他这样都行，我肯定没问题啊。什么样？你自个儿看你自个儿。你好好吃饭不行啊？哪有那么多话？你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你们聊你们的，我也插不上话。也没见你吃呀，我刚刚给你夹那么多菜。我吃饱了，不用管我。不是说吃完饭还有活动吗 ？KTV 啥的。不对，包间都挺好啊，也该走了。咱们把张婉他们也叫上，弄一个毕业 party， 整热闹一点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个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。我也不去了，我们班还有局呢。就不跟你们这帮秀恩爱的混在一起了，好好玩啊！走了。
那你现在可以去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去，又不是因为他。那你给我个面子嘛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。你要不去，我也不想去。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大家一块热闹热闹，你也好好陪陪李金童。那咱们走吧，我去结账啊。勤换着点，你又跟方金涵分手了？前几次是闹着玩，这次是真的分了。咱永远都不毕业，不是咋？那咋连你也这样了呢？生气了，我知道今天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你别生气了。不是你，你不能总是不讲话呀。那你不讲话，我咋知道你啥意思呢？那你说，你说你要咋的，你才能不生气？就是没那么喜欢我。回一趟北京吧。送你的毕业礼物，第一件啊，后面还有呢。哎，别拆，别拆，回再拆。走吧。傻子，不知道不喜欢穿裙子。我没有骗他。我真的不想毕业，我希望能永远像现在这样跟他在一起。
笑啥呀？女大喜的日子我高兴。哎呀，我俩就是个周年约会，搞得这么隆重。那可不行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有个珍藏很久的手链，我一直没舍得戴呢。来，借你。我有个粉色的裙子借你穿吧。我不要穿裙子。那你总不能穿这个去吧？又去约会啊？这次有啥理由啊？你管呢？等你有女朋友再说吧。哎，算你的。我不需要女朋友。马上就要到站了，做好下车的准备吧。该结束的，早晚会结束的。这电卡了。